而且还是这张地图耶！你那个有很痛吗？还好，还好。那个霹雳悍将还是霹雳将？啊？啊？你怎么被 BOT 抓啊？哦吼！怎样？怎么了？老二增加，老二大炮。哦吼！老二，现在是老二增加。哦，老二增加，你加油。哦，你看，就是有人会很喜欢先把别的 PD 放掉。啊，对啊，爽啊！哦，炮抓，哎呀，还抓了一只。哦，靠，毛毛虫。直接送你一个棺材，跑都别想跑。跑啊，你跑啊你啊！哎呦！套头。Fuck！ 走了走了走了！殷老师，一滴变变变！OK 吧，通通吹掉。哇！哎呦喂，呵呵，把他吹到脸上来了。干！哎呦，他掉下来了。怎么可能干得赢空气炮？干不赢。干不赢，真的干不赢。套石，所以，起来了！哎呀，体力增加了！我操！谁起来了？角色的那个音效。起来了。快逃啊 ！QQ 还在睡，他应该还在睡吧？他昨天很晚才睡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就都知道啊。哦，你都监视人家，金变态。那是肯定的。啊，那我昨天几点睡？你根本就没睡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没睡。哎、啊，你好像也没睡、欸。啊，废话。我们昨天好像是打早上，然后没睡啊。干嘛啦，老弟？这是什么问题？我看到我在专心去。专心去，你不要戴一个儿童帽，就像个小孩一样哦。哎、欸，谁把我顶上来？老师嘞，好啊，那我就来这里啊，我就来外面搞啊。加油！来啊，那我就守外面了、啊，没差、啊。现在是被卡在这里动不了、啊，被卡住。凯西点战神。加油啊，凯西点赞！可以啊，哎、欸，上面可以守住，有没有人要一起守的？啊，等我，我过去。哎呦，复活点的话怎么办？那就衰啊，就死啊。那我还是待在里面好。可是出来可以爽呢。我在这边也可以爽啊！你们看到那个开膛手，那我的。OK。你看，都出来外面爽了，没事，喂出来了。这边爽电一波啊！直击到了。哎、欸，你老师嘞，会不会电？无敌！哎，无敌！可怜，呱呱。
然后在上面丢他们。第四杀对。正歪。靠背哦。反正你怎么死了？无敌。丢一个，炸。再一颗。喂。OK， 先退。700多滴啊，还好没死，不给他们赚分了。我操，他妈这游戏真的有个吵的，吵几点的？吵几百啊？那越后面越吵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Seven, six,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我跟你讲，里面一定有僵尸啊！哎，我操！海顿雅斯是僵尸，他刚贴我脸，想抓我。笨射音啊！老弟，老弟，啊，没有，没事。好，海瓜瓜定好，海瓜瓜定好。有，我在定，我在定。有，是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还有红袖子哦。OK， 不在话下。好，也不在胯下。OK， 开始点。顶猴咪咪冒毛。嘿嘿，顶猴的咪咪冒毛。嘿嘿。哎，很多很多，要推进来了。没事，我清我清。来来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直接挂掉。挂掉。再来一挂。我还有一发，我还有一发，我还有一发。看我表演。好好好，继续炸，继续炸。没了没了没了。点回去。左边如果上来，也要跟我讲一下。好。目前是没有。哎。有一只上来，有一只上来，你看一下。可以。我来。哦，还好，是。哇，补刀。哈哈，不要补刀，我再拿补刀捅他。你老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试试啊。哦，被没刮掉，里面的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多里面就是等死而已。差不多。这应该是吸不太回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火刀？都几等了还在火刀？下去，差不多了吧？苟那么久是怎样？要不要去前面刷？那肯定是要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白痴！直接电能 V 打游击。一二三四五，后面突然有人被抓了，我还是躲后面一点安全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都是英雄，靠我们两个。OK， 靠我们两个 C 啊。对，靠我们两个 C， 我们变英雄了。海呱呱与熊呱呱。没错，海呱呱与熊呱呱。对啊，啊，我感觉我快死了。哎呦，有土豪，土豪。有土豪野牛，土豪野牛，哦，野牛真的好强、啊，靠他，靠他了，靠他顶住啊！他的那个电比我们的电还要平。好，人家课长那个不一样啊，我们要等一下，先给他们爽完，我们是之后才能爽。没错。啊，后面我后面会出是吗？嗯。你只要每天都有解任务就有了。哦，但我没有每天解。那你就要花一点小钱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僵尸、不管他，我要垫前面的。OK， 我帮你杀掉了。好好，感谢。哎、欸，瓦拉爹，你多屌！有没有觉得痛痛的、啊，老爹？头痛痛的、啊。老爷痛痛的。只会讲那些懒叫话，打个僵尸也会懒叫痛，那你要看医生呢、欸？真的哎、欸，要打个胎，我让你在懒叫痛什么？你在痛什么？对啊，在痛什么？去看泌尿科好不好？泌尿科医生说没错、欸，没事吧，没事吧。你怎么样？
那呱呱呱拿出来了，呱呱呱，嗨呱呱，哎嗨呱呱，熊呱呱，嗨呱呱，熊呱呱，熊呱呱，全部呱起来就对了，能呱就是好呱呱。我死掉了。好，好妖啊，熊呱呱嘞？熊呱呱被熊呱呱被一个隐形沙拉抓个两下刷死了，完了。从此以后没有熊呱呱，剩海呱呱了。还有黑呱呱，谁是黑呱呱？黑人啊，黑呱呱，黑人哦，黑人啊，黑啊，黑人吃水果啊。来，你再请啊，看黑人吃水果。结束，然后再去睡觉。似乎变没有体魄的我，也没有绿帽子的我，现在才30等。三十等，我才30等，他们都有龙神了，我没有。我现在连暗影火神我都拿不出来，我可能要等加二我才能拿。欸，海呱呱，你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爽吗？嗯，没有啊，哪有？我是刚拿呢，刚拿啦。那你可以再买一把吗？我那个是加四的没。我也要来那个体育馆刷多。里面。哎、欸，可恶！被我枪震掉呀！你这么可恶！僵尸坐牢局喽！白痴图就是僵尸坐牢，坐大牢。好意思，有人把我枪整掉，几百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我把你枪整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再捡回来。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没差、啊。哼，我跟你讲，我震得很准的、啊。你就小心，不要再被我震一次。小心一点啊！啊，小心一点啊！你怎么给我跑到上面去，在那边垫 BOT 啊？没有震到。轰！呜！哎，也在下面自己 BOP 爽。呜！大野狼，呜！你们这群小猪仔，被大野狼呜！房子就没了，吹一下他就知道房子就被吹走了啊！不是那个什么二哥哦，猪二哥不是。砖头哦，拿砖头啊！后面也是爆了，然后面也爆掉。一开始是什么茅草，后面是什么砖块吗？啊，再来是什么？水泥吗？水泥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只记得砖头跟茅草屋。
然后砖头跟茅草屋，这也是我记得的。呜呼！切一根，丢出来。呼！僵尸坐牢干我什么事？对，我爽就好。给我英雄登场，真的是谢谢你。来一根长矛。喷一下，转一下，再来一箭。再来一箭，穿云箭。一支穿云箭。千军万马拿千剑，你娘啊！我像弹珠台一样被弹来弹去。怎么烂？直接在这里刷分呢，刷肉。大龙卷。谁啊？谁在震我啊？抖英雄王哦，抖英雄王在偷震你。嘿，你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你。你不用看到我。哦。直接开六。嗯，他切出来那个R键真的很好用，切出来，恰，切出来，恰，以后就不是斧头的时代了，是这一把战戟的时代啊。